想要我们的东西，那就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实力了。找死！小子有两下子，装逼拳。小子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巨猿境异瞳，什么时候变那么厉害了？干什么干什么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你就是他们的老大。你他年你谁啊？这两头巨猿境五重的魔兽是你杀的，区区一个巨猿境异瞳。文艺方呢？文艺方呢？干打扰笨打一拉奥利队，皮皮都没擦就套过来了，你打一滴。你们记住以后，拉奥利队绝不不正擦皮皮，听到没有？这有问题吗？没有没有。你们要是北雾华星又谁擦皮皮，你们知道口固里我们走。这他娘的，我是不是与世界脱轨了？现在巨人境异虫都这么变态了吗？大哥，我们真的要听他的啊？对，都不准擦。少主，我们现在去哪？继续往里走吧。老大，这里怎么那么安静，一只魔兽都没有？都小心一点。打架都没事吧？没事。人类？对。呵呵，非人的人类竟然敢闯入本尊的地盘，找死！尼玛，有事这句，能不能耐定心来子？这声音，包君。是你，好小子，你居然找到这里来了。包君，不知道这里曾印着你的什么符文呢？臭小子，你又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别乱来。小兄弟有话好好说，你这么调皮，你妈妈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尼玛，这么说话让人怎么接近？哎呦，居民使笑动配绝法，捐死施法，神门救兵，龙神，不可能，龙神不可能活着，你是龙神的后人，不是你大爷，混蛋龙神，你将我五马分尸，更是封印了上万年，如今竟然还不放过我。我要和你同归于尽。哎妈呀，这个比那只兽力练钱太多了，吸疼，这能不能吸？上次吸收的能量还没炼化，吸不了。那怎么办？一位宿主开拓虚拟空间。尼玛，把我当成电爆了，不吸我吸我吸我吸。卑鄙的人类，不管你是不是神龙的后人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还有离奇学法，不吸我吸我吸我吸。神龙九变和虚拟空间融合，恭喜宿主领悟特殊技能龙域，掌握龙域。这又是什么鬼？龙域特殊技能，神龙九变和虚拟空间融合所得，龙啸九天下施展，暂时获得神龙掌握空间的力量，掌控一切，只有10倍于你的攻击力才能打破龙域。好牛哥啊！系统出品，必须精品。不居云何以不能交流？尼玛，宿主你个沙雕，原来你说牛掰的不是指龙域空间，而是跟龙说话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不想跟你说话。尼玛，四机器还闹脾气，哇呜，这个龙域空间好牛哥啊！吸疼吸疼，尼玛真不尿不了。少主怎么样了？那暴君呢？北雾吸干了，我们上去吧。吸疼吸疼，爸爸，哎，尼玛。